先说。OK，所以，哇，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真的是比我粗。OK，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真的是超级超级小。OK，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真的是超小，就比我想象中还要小很多很多。因为我平常在录的是，看到这个真的是超级超，第一眼看到这个 Zoom F3 真的是超级超级小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小很多。因为我平常在录的，像是我用的这个超级古老的 Tascam DR40，这个看起来还蛮大的，一个手掌大小吗？手掌的高度。这个 F3 真的是，哇塞，超级超级迷你。然后它的做工，我觉得第一个拿起来就感觉非常扎实。那它其实说是一个金属的大外框包起来一个中间的塑胶，就是 那这个 Zoom F3 它的做工，我觉得也，那这个 Zoom F3 它很酷炫的设计，就是它中间的主体是塑胶，可能就是减轻重量嘛。那外面有一个超大的金属框框。那这个 Zoom F3 的整个设计，我觉得还蛮酷炫的，就是它整个外框是金属的，那中间是塑胶，就是可能减轻重量，但外面整个是金属包着的，所以，你可能摔到地上应该也不会出什么事情，真的是看起来还蛮坚固的啊，它就是一个外面钢体包着塑胶的内中心。那这个 Zoom F3 的，那这个 Zoom F3 的值，那这个 Zoom F3 的材质，那这个 Zoom F3 的这个材质，那这个 Zoom F3 我刚拿到手上就觉得它非常非常扎实，因为它整个外面是金属的，非常非常真材实料。它中间的主体是塑胶的，可能就是减轻重量，但它整个外面有包着这个金属的框框啊，所以你可能掉到地上啊，或者是干嘛摔到地上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情。像我这个整个塑胶的 Tascam，一摔我这个监听孔就直接炸烂，所以我后面收音我都没有在监听，也就直接看着这个表，或者是用喇叭回放这样子，就很智障啊。那这个应该不会出现在这个上面。诶，等等。然后它的输入还不错，然后它的输入还不错，那它的输入端还不错，那它的输，哦，它输出，那整个界面呢，就是两个 XLR，看起来还可以。OK，那整个界面呢，就是有两个输出的。那整个界面呢，就是两个主要的 XLR，有含锁定装置的 XLR。那旁边有一个 5V 的 Type C，你可以供电。那好像也可以用什么电脑的直播软体，然后当做一个音讯。旁边有一个 Type C，看起来是可以供电，然后用 Micro SD 卡，然后我们有两个输出的，有一个是耳机，有一个是 Line Out。就如果你想要把这个上面的声音可能再送回相机啊，或者是干嘛，你就可以用 Line Out。那如果你只要监听的话，
输出的部分有两个，一个是耳机孔，那耳机孔可以调整音量大小，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line out，可能你想要再把这个上面的音讯，可能上面你。那音讯输出的部分，它有一个耳机孔，那耳机孔看起来是可以调整音量大小的。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line out，就假设你想要再把音讯送回你的相机啊，或是干嘛的，送到其他地方之类，你就可以用 line out，还不错。目前看起来上面应该是没有喇叭的部分啊，目前上面看起来是没有喇叭的部分，就。目前上面看起来是没有任何喇叭的部分，那就是你就是要用耳机监听一下喽。目前上面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喇叭的部分啊，那就是用你的耳机监听一下喽。OK，所以它整个，那电池的部分它只用两个 AA 电池，我不知道。那电池的部分它只有用两个 AA 电池，我不知道它的收音的时间长短会多长多短，但是你可以接着 USB，如果你要长时间录音，你就接着 USB 行动电源啦。OK，那电池它是吃两个 AA 电池，那我不知道它的收音时间到底是可以录多长。如果太快没电的话，你就是要接着 USB 行动电源这样子供电啦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没什么大不了。所以整个影片刚刚你听到的都是用这个 Tascam 24位元的录音机收音机。OK，所以你刚刚听到的是，所以到目前为止你听到的所有声音应该都是用这个 Tascam DR40 这个24位元的录音机来录的。那我的 gain 设在差不多讲话的时候是到负十左右啦，-10 dB 左右。然后我会再进我的软体，然后加个 compressor，还有一些音讯的处理，可能骤降啊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所有的声音都是用这个 Tascam DR40 24位元的音讯，然后我会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刚刚听到的音讯都是用这个 Tascam DR40 24位元的音讯，那我通常 gain 值都是设在一个-10、12，就是稍微小声一点，不会到完全爆炸大声。那我也录两个轨道，一个是正常的音量，一个是-8 dB 的轨道，就是一个备用轨道。如果真的是超级大声，忽然我尖叫干嘛的，那这个-8轨道就可以稍微派上用场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切换到我们的 Zoom F3 来听听看声音怎么样哩。